二十件男人最爱的黑科技工具，牛逼科拉斯，好物好用不踩雷。第二十名，你听说过手机望远镜吗？今天我就带你们来看看装在手机上的望远世界。这款望远镜不管你几个摄像头都能使用。大家看看，仔细以对面那栋房子作为参照物，大家看最放大的效果要不要叠，还会再次通过咱们的手机进行报道。第十九名，从现在开始再也不用花几千块钱装监控了。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只需插电就可以和手机连接的远程看家小监控，不用拉网线，自己可以轻松的完成安装手机在千里万里之外随时都能观看家里的情况。如果您刚好需要，记得点个关注。第十八名，千里顺风耳，也叫声音放大器，它配了一副耳机，可以用来听卫生间墙体力射管侧漏声音，可以调节平常听不见的声音，用它都能听见。第十七名，现在的男人都在用这个可以装在兜里的小焊枪，头部弯曲方便折叠好收纳，它的温度非常高，平时点烟点炮点煤气灶还不用担心伤到手，家里的铜铁铝不锈钢有点有洞的也可以用它焊接。第十六名，以后再也不怕家里有老鼠了，这是一个比猫还管用的超声波去除器，只需要将它插在你家里的任何一个插座上，就可以让你家一只老鼠都没有。第十五名，家里没锤子的赶紧看过来，它不仅只是一个锤子，拧开手柄里面装有各种大小不同的螺丝刀，有一字、十字、梅花，都是常用型号，拆个螺丝很方便，维修工作都能用得上。第十四名，以后切割瓷砖再也不用带这些工具了，只需要带上这款钨钢瓷砖划嵌笔，不管是墙砖还是地砖都可以切割，笔尖采用硬质钨钢打造，锋利耐磨，使用寿命长，划线切割做标记都可以使用，点击下方购物车一支也包邮。第十三名，以后墙上开孔打洞不用求人了，这是一套电锤冲击钻都能使用的墙壁开孔器，想开多大洞就装多大头，打洞时不需要加水，干钻就可以，红砖墙、水泥墙、混凝土墙都能轻松打洞。第十二名，不喜欢走夜路的朋友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这款头灯，别看它这么小，它采用进口灯珠，照射距离可以达到500米，灯光的亮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三档调节，它采用感应设计，只要手一挥它就自动开灯，手再一挥它就自动关灯，非常的方便。内置超大容量的锂电池，充一次电可以使用三天三夜，特别适合家里停电或者户外钓鱼的时候使用，安逸得很。第十一名，这个只有巴掌大小的车载便携式充气泵，如果只当做给汽车充气的，真的有点浪费了。它充满一次电，能给四个轮胎打气，最高能打到3.5个压。它小巧便携，压力还大。配套的气嘴除了能满足给爱车充气，还能给家里的各种充气用具充气，侧胎压、照明、充电宝。它是一个不落，这样小的体积放在哪里都不碍事。你确定不来一个吗？第十名。发明这种电笔的人啊，他真的是个人才，你有了他啊，你不用通电也不用拨线，你往上一对，你看亮绿灯说明这个线啊它是没断，你再对这个呢，你看发现怎么对它都不亮灯，说明啊这个线中间是断了的，这个线断了呀你得维修吧，你就沿着这个线，你就这样走走走走，不用剥开啊，你走到这儿发现它灭了，哎，亮灭亮灭，说明压断点在这个地方，你维修的时候呀你就往上面这么一对，你看亮绿灯这是零，现在一对亮红灯啊，这是火线，把闸一关变绿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维修了。第九名，家里常备一瓶这样的精密仪器润滑油，各种门锁钥匙插拔不流畅，荷叶咯吱咯吱响，锁芯不黑弹，各种机械结构上锈不好用，都可以用它来滴一滴，它可以保持持久润滑不伤锈的作用，还不着灰尘，挺好用的。第八名，在外面打工一年，回家以后发现吸顶灯坏了，千万别着急换灯，把里面的灯条或者灯板全部拆掉，就连变压器都不留，这种是特别好更换的磁吸灯芯，有强磁铁，直接吸上就行，就接两条线也不分，反正大有快速接头，不用缠胶带，可以轻松更换。原来160瓦，现在更换70瓦比原来还要亮，这样比换整灯可节省太多了，还省电。第七名，有车的朋友车里都会有这样简易的千斤顶，还佩戴有这样一个手柄进行使用，想把车顶起来，我个人建议还是使用这种省力扳手，是专门给千斤顶准备的，还带有极轮的功能，直接旋转，非常的省力。第六名，1块钱的打火机扔了吧，这个打火机你一定没有见过，轻轻一推就能点燃，真的太方便了。采用充电式设计，充一次电可以用半年，关键每个男人都值得拥有。第五名，以后再也不怕停电了，这是一款永不断电的移动电源，它呢前面是一个强光的手电筒，射程可以照到几里地，特别的省电，特别的亮，侧面是一个双光源的反光灯，它的照射面积非常的广，可以照射上百个平方。手机没电了，它还是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它内置超大力电池，没电了放在太阳下面晒晒就可以自动充电，太阳能的设计，而且价格不贵，喜欢的朋友你点开左下角。第四名，这个小小的钥匙扣暗藏玄机，能挂钥匙，反过来能开啤酒，没事的时候还是个手指陀螺解压小神器，这边打开就是一个拆快递的小刀子，特别方便，往桌上一放就是个手机支架，这个设计可太优秀了。第三名，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在拖把上加了一条水管子，用它洗车是又快又方便，可以一边冲水一边刷三两下就可以把车洗得干干净净，不会损伤车漆，还非常的省水，平时用手过不着的地方也可以轻松搞定，有了它就不用花钱去洗车店洗车了。第二名，
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代替你男朋友使用的万能扳手，不管你加什么螺丝它都能适应，它还能当扳手。当然开酒瓶也不在话下，你有什么理由不在家里背上一个呢？第一名，一个戒指而已，能有什么黑科技？它完全颠覆了传统戒指，隔空就能完成刷视频、点赞、切换音乐、小说翻译等操作， IPX8 级防水，甚至可以一边洗澡一边刷视频。